毫无灵根的师弟被选为祭天弟子，以保仙门平安。从这天起，所有的偏爱都给了他。他想要我的灵宠，我最疼爱的小师妹便劝我大度点让给他。他想要我的灵剑，我的未婚妻师姐便直接从我手中强行抢走。如今他说想体会下拥有金丹的感觉，一向最疼我的师尊，二话不说便一剑刺入我的胸口，为他生剖我的金丹。泽儿不过是想要你的金丹罢了，给他又何妨？ 再次醒来，我重生回到了师弟被选为祭天弟子的那天。彻骨的痛意席卷我的全身，奄奄一息的我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，无助的感受着体内灵力的渐渐消散。我不明白，一向最疼我的师尊，竟真的会为了师弟的一句戏言而生破我的金丹。一袭白衣的清冷师尊眸光凛冽的盯着我：“泽儿不过是想要你的金丹罢了，给他又何妨？”我一向最宠爱的师妹，满脸嫌弃的看着我：“活该。” 师弟都要祭天了，你怎么这么小气？而我的未婚妻师姐，至死都未曾看我一眼，满心满眼的追随着他，捧在心间的师弟。我还未彻底断气，他们便将我丢入了魔窟。我的身躯被魔兽抢食殆尽，我的魂魄被撕扯的四分五裂，生死魂灭。他们这是想让我永不超生。滔天的恨意瞬间席卷,卷心间，若有来生，我定以牙还牙，绝不轻饶。再睁眼。 入目的是师弟那张满脸委屈的脸，师兄，我只是想到快祭天了，却从未体验过拥有灵宠的感觉。师兄若是不愿，我也能理解，绝不勉强你的。听着他这熟悉的话，我有些恍惚，却又瞬间明白过来，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在毫无灵根的师弟刚被选为祭天弟子的这一天。上一世，他也在刚被选为祭天弟子时，说着同样的话，开口便索要我的灵宠小白，我自然不肯。 小白是从小伴我长大的灵狐，它虽是灵宠，却更似我的朋友，与我吃住几十年，我怎肯想让？可我一向宠爱的师妹，却嫌我不够大度。师兄，你怎么这么小气？师弟都要祭天了，不过是一只灵狐罢了，有何舍不得的？我冷冷的扫了他一眼。前世他也是这么说的，然后便不管我同不同意，从我手中抢走了小白。等我跑去要回小白时，却只见到他血淋淋的尸体。师弟躲在师妹身后。 怯怯地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，师兄，我以为灵狐有九条命，想见识一下，可是没想到一心护着他的师妹温柔安慰师弟别怕，不过是一只畜生。师兄不是小气的人，不会怪你的。”小白那血淋淋、凄惨的模样再次浮上心头，我看向他的眼神愈发冷了。他是不是忘了，小白曾多次牺牲自己的命来救回他的性命，可最后落到他口中却成了不过是一只畜生？好，很好，我望着他。 冷冷一笑，是啊，师弟快要祭天了，不过是要一只灵宠罢了。说起灵宠，小白又怎么比得上师妹的灵皇呢？毕竟那可是千年才诞生一个的稀有灵宠呢。想来师妹一定不会吝啬，会将灵皇赠与师弟的，对吗？话落，我便看到师妹的脸色变得越来越惨白。灵皇，你真的愿意把你的灵皇送我吗？师弟听到灵皇，眼都亮了，目光殷切的望着师妹。五百年的灵狐。 与千年诞生一个的珍惜灵皇，傻子都知道选后者。我满脸笑意的望着此刻脸色煞白的师妹灵皇，他吞吞吐吐，目光闪烁，抬眸看到我，眸光一喜，急切解释道：“师弟，不是我不肯将灵皇赠与你，实在是因为这灵皇是师兄曾浴血奋战为我寻来，我不能辜负师兄他一番心血，将灵皇转赠他人。”我勾唇冷笑，原来他都还记得这灵皇。 是我费尽千辛万苦为他寻来的。之前我宠他，心疼他先天灵根不足，修仙要比其他人痛苦百倍才能进步，舍不得让他吃这苦，便耗尽众多心血，甚至折了小白两条命，为他寻来这灵皇。有了灵皇的灵力补充，他的进步飞速，很快就成了青云宗数一数二的修仙弟子。可他呢，又是怎么报答我的？恩将仇报，十足一个白眼狼。这灵皇我既能赠予，便也能收回。 我抬眸，冷冷朝他扫了一眼：“师妹多虑了，这灵皇赠与师弟，我又岂会不同意呢？”师妹的目光猛地一顿，师兄你……我径直掠过他，看向一旁目光炽热的师弟，微微勾唇：“既如此，我便做主将灵皇赠与师弟了。”话落，师弟的眸光中迸发出狂喜，而一旁的师妹脸色煞白，呆呆地望着我，脸上尽是不敢置信的神情。我冷冷一笑：“我倒是要看看。” 没了灵皇的灵力助力，就凭他这先天不足的灵根，又如何在宗门立足？我带着小白回到了我所居住的山峰，望着眼前的居所，脑中却是前世临死前被关押在柴房的场景。上一世，师弟随口一句想要我的山峰，师尊便大手一挥让我搬离，甚至连一句询问都没有。而我被他们抽走灵力，生剖金丹，身体比凡人还不如，却无人心疼我，可怜我。 任由我在那冰冷的柴房自生自灭，可我也曾是青云宗人人敬佩的师兄。彼时师尊疼我，师兄弟敬服我，因为我是茯灵根，是世间难寻的修仙天才，亦是最容易寻得灵药的人。前世我毫无保留的将一堆难寻的珍稀灵药赠予他们，可他们又是怎么对我的呢？想到被扔下魔窟，身躯被啃食殆尽的彻骨痛意再次袭来，我缓缓握紧了拳头。不会了。 我再也不会对这些白眼狼好了，对他们，我只有滔天的恨意。小白似是感应到什么，上前轻轻咬了咬我的衣袖。我收回了眸光中的恨意，弯下腰，轻轻抚了抚他的头。小白，你放心，这一世我一定会保护好你。小白微微一怔，用他的脑袋轻轻在我怀里蹭了蹭。我轻笑，这是小白安慰我的举动。是啊，如今这青云宗也只有小白是唯一对我好的了。 我转头望了眼山峰上的珍稀灵药，缓缓勾了勾唇，算算日子也快了。他们觊觎我这满山峰的灵药，可我为何要白白送给他们呢？我用法力将山峰上的全部灵药连根拔起，一颗不留，然后便带着小白和所有灵药下山去了。七天后，待我重返山峰时，便看到我那秃秃的山峰上聚满了人，我那未婚妻、师姐、师妹、师弟一个不落地全在，所有人面色不渝。 我那小师妹此刻见到我，什么礼仪都顾不上，急冲冲地朝我喊道：“师兄，灵药呢？”我懒懒地看了她一眼：“灵药啊，拔了呗。”在场的人全部一震，他居然真的把灵药全部拔了！那我们的灵力还怎么提升？师妹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，都快急红了眼。师兄，你怎能一人独吞这些灵药？我淡淡扫了他一眼，眸底冷笑：“终于急了吗？也是。” 瞧他这身上的灵力越来越弱，果然没了灵皇的助力，他就是一个废灵根。以前我宠他，都会将最好的灵药第一时间送与他，可现在我看到他越废，我就越开心。我抬眸直视着他，怎么？我自己的东西，我不能做主吗？这山峰上的每一颗灵药，难道不是我千辛万苦寻来的吗？我作何处置，还需要征询你的意见吗？他一顿，胀得满脸通红。 我也是为师弟急。一旁的师弟低垂着头，渲然玉泣，师兄，你若不愿将山峰让给我，我也不强求。可你何必拔了全部灵药？你明知道这些灵药对大家有多重要。见他一副委屈的模样，站在他身侧的师姐眸光中闪过一丝心疼。他愤怒的瞪着我，楚言，你这次做的属实过分了。你明知道师弟就要祭天了，他所求的不过是想在最后的日子多看看这些灵药罢了。 师尊一准了将你这山峰让给他，可如今你却拔了满山峰的灵药，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冷冷的瞥了他一眼，瞧瞧，这就是我的未婚妻。上一世因师尊赐婚，我全心全意对他，将所有的奇珍异宝往他面前送，只要他责怪我一句，我就难过的要死，更别说像如今这般当着所有人的面指责我，我定是觉得天都要塌了。可现在我只觉得恶心。 前世临死前看清了他的真面目，让我觉得无比庆幸。如今他还想如之前一般，一边对我各种指责，一边从我身上捞好处。我冷笑，他的算盘可算是打错了。不就是演戏吗？谁不会？我一脸委屈的望着他，师姐，连你也是这样看我的吗？你不是说这些灵药太过珍重，留在我这山峰上实属有些浪费吗？话落，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看向他。 眸光中带着些许质问，师姐的脸色发青，咬牙瞪着我。我是说过，但我那是我懂，我都懂。我抬起衣袖，做事擦了擦眼角。大家误会我没关系，只要师姐你理解我就好。我都是听了你的话，才拔光了这山峰上的所有灵药。现场突然寂静的可怕，师姐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。师姐，小师妹最先沉不住气，极度不满的看着她。你明知道灵药对大家的重要性。 却还指使师兄拔了所有灵药，这是为何？莫不是因为几日后的大考？他的话一落，所有人如醍醐灌顶般反应过来。是啊，马上就要大考了，师姐这般，着实太不厚道了。一瞬间，一向受人崇拜的师姐，成了人人憎恶的自私鬼。一旁的师弟也带着失望的目光看向他。师姐，真的是你吗？当然不是。他脸色铁青，恨恨地瞪着我。 一双眼睛都快迸发出怒火。楚言，我说灵药毒瘤在你山峰上浪费，本意是让你把灵药分给大家，没说让你全拔了。我装着似懂非懂的样子，迷茫的看着他。可师姐，你不是说要在大考上拔得头筹，到时候会将大考奖品青玉剑赠与我作为我们的定亲礼物吗？但你又怕其他师兄弟灵力超过你，我恰到好处的欲言又止，听者自会浮想联翩。看着他被众人围在中间。 百口莫辩的样子，我冷嗤一声。前世他多番利用我，助他增长灵力，却在我被师兄弟误会时落井下石。如今他也该尝尝被人唾弃的滋味。须臾，一个声音不合时宜的响起：“师兄，那这些灵药现在究竟在哪里呢？”我抬眸看去，只见师弟正紧紧盯着我。我垂眸，缓缓开口：“灵药去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。”他紧追不舍。 那是何处？我望着他，似是不经意地问道：“师弟，你没有灵根，师爷想要这些灵药吗？”他微微一顿，舒耳红了眼眶：“师兄，我都要祭天了，要这些灵药有何用？无非是想在最后的日子里再多看看这世间的珍惜灵药，毕竟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了。”我似是舒了一口气：“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还以为师弟是想在祭天前感受下拥有灵力的感觉，原本也不是不行。之前那些灵药中有一味。” 配合灵皇的灵力是能生出灵根的，当真能生出灵根？灵皇如今已经有了，他的眼眸一亮，紧紧盯着我。啊，能是能，可现在灵药没有了呀！我望着他，面露可惜。若是知道师弟有此心愿，我就给师弟留下了。可现在，我遗憾地摇摇头。那灵药究竟去哪了？他突然提高了声音，面色颇有些迫不及待。我刚想开口，却突然看到从山下匆匆跑来一个弟子。师姐，师姐！ 山下突然来了很多凡人，点名要找楚言师兄。原本正在争执的众人突然安静了下来，纷纷转头看向我。好不容易得到喘息机会的师姐，此刻赤红着双眼瞪着我，那眼神似是要把我脱皮拆骨。我懒得看他，径直朝宗门口飞去。待来到宗门口，便见到门口乌泱泱的跪了一地人。我的目光却停留在为首的那一袭白衣身上。重生归来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尊。 他依然是那副清风霁月的模样，可我永远忘不了他一剑刺入我的胸口，深挖我金丹的那副毫不在意的样子。更重要的是，是他亲手将我丢入了魔窟。是了，还冷冷丢下一句：“楚言，这是你的命，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多事。”我的心猛地一痛，抬手缓缓抚上心口，身躯和灵魂被扯得四分五裂的痛感仿佛还在。回过神，再望向那看似仙风道骨的师尊。 我的眸中充满了恨意，你们快起来吧，都别跪了。众仙门弟子忙手忙脚的劝说跪在地上的凡人起身，他们却摇摇头。我们一定要见楚岩仙长。身后赶来的师姐正好听见此话，便不分青红皂白的开始指责我：“楚岩，你看你惹的祸，平白给青云宗丢脸。”我淡淡瞥了他一眼，他脸上愤恨的表情不假，这是将刚刚的气全撒我身上了。紧跟在他身后的师妹。 也适时开口：“师兄，这次确实是你不对，怎么竟给宗门惹事？”“是啊，师兄，你将灵药全拔了也就算了，可怎么还让人找上门来了？”师弟紧随其后，语气带着责怪。三人像是看好戏的看着我：“谁说楚岩仙长惹祸了？我们是来感谢楚岩仙长的救命之恩的。”跪在地上的那群凡人颇为不满的看着他们：“多亏了楚岩仙长赠予的仙药，我们的家人才能活下来。这般好的楚岩仙长，为何还要？” 被你们如此责怪，三人的脸色一白，尤其是师姐书弟一震，颤抖着嘴皮道：“你们说什么？快看，是楚言仙长！”他们却看也不看他，径直激动的起身朝我跑来。楚言仙长，多谢你的仙药，我相公已经痊愈了。楚言仙长，我那苦命的孩子不瘸了，能走路了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楚言仙长，我眼睛能看见了，我可以去考科举了。我朝他们轻轻笑了笑，大家不必客气。 这本是修仙之人分内之事。不不不，楚言仙长，你自谦了，不是所有修仙之人都如此心善。是啊，楚言仙长，你若是在仙门受了委屈，不妨跟我们下山，我们欢迎你。对对对，我们去山下给你建一座仙庙。我透过人群朝那三人看了眼，只见三人脸色泛白，眸光中尽是不可置信。将众人劝说回去后，师尊将所有人喊了过去。楚言，原来你是将灵药赠予了这些凡人。 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幽深的眸光紧紧锁着我。我抬头直视着他，师尊不是一直教导我们，修仙之人必心存善意吗？我看他们生老病死，甚是可怜，便将日常寻得的灵药赠予了他们，如此有错吗？一旁的师妹率先沉不住气，可是这些灵药本应该是个师兄弟的，师姐的意思是凡人之躯，怕是承受不住这充沛的灵药之力，对吧？师姐，站在他身侧的师弟。 替他解围，师妹反应过来，急忙点头。对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转头看向一盯着我的师姐，师姐也是这样认为的吗？他缓缓上前一步，护在师弟身前，眸光冷冷的扫向我。自然，你难道不知道凡人之躯一时承受过于充沛的灵力，很容易身毁人亡吗？师弟躲在他身后，眸光中带着一丝得逞。我抬眸扫了他们一样，你们都知道的道理，难道我会不知道吗？ 赠予他们灵药的时候，我自是降低了灵药的灵力。身侧的师妹一时心急，脱口而出：“你竟这样糟蹋这些灵药！”我转头看向她：“师妹何出此言呢？灵药本就是用来救人的，难道用在你身上助你提升灵力，会比救助人命更重要吗？”我我不是。行了，楚言此次赠灵药与凡人，救助他们性命，值得嘉许。但上座的师尊看着我，缓缓开口：“日后凡事应当与各同门师兄师姐。” 提前打个招呼，防止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我淡淡挑了挑眉：“师尊教训的是。”对了，小师弟，之前你向师尊讨要我的山峰，师尊亦是允了。如今我这山峰寸草不生，你若不嫌弃，我便将它让与你。师弟一怔：“师兄一直住在那山峰，就不用让给我了啊！”也是怪我，我这破山峰如今谁都不愿意踏足。师弟若是想要灵药，大可问师姐讨要。之前我赠了师姐许多灵药，她都种在自己的山峰上。 虽说少了那一味能长出你灵力的灵药，但亦不少珍惜灵药，也能满足师弟你想体验一下灵力的心愿。说着，我便看到师姐的脸色猛地沉了下来。师弟眸光一亮，期许的望着她：“师姐，你真愿意把你的那些灵药赠予我？”师姐铁青着脸，狠狠地瞪着我，心不甘情不愿地说了句“自是愿意”。看着他那一脸吃瘪的表情，我笑了。不是最疼小师弟吗？不是满心满眼都是他吗？ 怎么如今让出一点灵药，便如此不甘愿呢？这几日青云宗出了三件事：第一件，师妹的珍稀灵宠灵皇死了；第二件，师姐山峰上的灵药没了；第三件，宗门又失踪了不少弟子。听说师妹气得当场与师弟决裂，而师姐也不再处处袒护师弟。小白告诉我这些的时候，我嘲讽的笑了笑。离大考只剩三天，这两人一个没了灵皇，一个没了灵药。 也难怪会焦虑了。前世我处处以他们为先，替他们考虑，可最后却换来一个悲惨的下场。上天怜悯，让我有重来的机会。此次大考，我不仅要拔得头筹，我还会将前世他们带给我的伤痛千倍百倍的还回去。至于弟子失踪这事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近几年宗门频频有弟子失踪，甚至连早前的掌门师叔也离奇去世，死不见尸。我垂了垂眸，宗门怕是不清净了。 我必须得加快提升灵力，可我终究是低估了这两人的无尺度。师妹主动找上门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哭得眼泪鼻涕一大把。师兄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为了小师弟处处针对你。师兄，求你帮帮我，你一定有办法救活灵皇的，对不对？我以后只听你一个人的话，再也不会偏帮师弟了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脑中却是前世他冷眼看着小白被虐杀后冷淡的样子。我也曾苦苦质问他。 为何没有保护好小白？可他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“小白不过是一只畜生罢了，死了便死了，何苦为了一只畜生闹僵同门的感情？”我看着他，缓缓开口：“师妹，你这是何必呢？”灵皇说：“到底不过是一只畜生罢了，死便死了吧，又怎可因一只畜生影响了你和师弟之间的感情？”他猛地一愣，呆呆地望着我，张了张唇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师兄，我望着他，摇头叹息：“真是可惜了。” 师妹你，你原本靠着灵皇之力，左右也能在大考上争个一二。可如今你这灵力，纯纯一个废灵根，连参加大考的资格都快没了，更别说想在大考上取得成绩，纯属做梦。我越过他，径直走了出去，迎面却碰上了另一个不想看到的人。大师姐满脸笑意的朝我走来：“楚言，今日可有空？我们好久没单独相处了。”我看着眼前这张盛满笑意的脸，一瞬间想到的却是前世那满脸嫌弃的脸。 他说：“楚言，你处处比不上小师弟，我本就不喜欢你，如今你已是一个废人，早就配不上我了，你我婚约就此取消。”他还说：“楚言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污点就是曾与你有过婚约，如今再看这张堆着讨好笑意的脸，我只觉得恶心。”我没时间。说完，我便冷冷转身。等等，楚言！他急匆匆地跑到我面前，讨好般地递过来一把剑：“你不是一直舍不得这把剑吗？” 如今我从师弟那边拿回来了，给你。我低头扫了眼他手中的剑，冷嗤一声。之前师弟被选为祭天弟子后，说想要我的灵剑，他便问都不问我，我就直接从我手中抢了过去。师弟想要，拿去便可。可他忘了，这灵剑是早年师尊赐婚赠予我和他的礼物。前世我舍不得，是因着那份情谊。可现在这份情谊早就喂了狗，这剑也只让我觉得恶心。 我看了一眼，便移开视线。这件我不要了。他微微一怔，不要了？可这件是我们婚约的象征。我冷冷看着他，你我也不要了。话落，他的瞳孔猛地一缩，满脸不敢置信。楚言，你说什么？我抬头望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我们退婚。”他愣愣的怔在了原地，不可能！楚言，你一定是在说气话对不对？他急了，一把拉住我的衣袖，近乎哀求。 我知道这几日我护着小师弟，你生气了，可那不过是因为师弟快要祭天了，我才会对他好。与我有婚约的是你，未来与我做道侣的也只会是你。只要你再赠予我一些灵药，让我灵力大增，待我在大考上夺得魁首，我就向师尊请愿，将我们婚期提前，好不好？我满脸嫌恶的将他甩开。前世我真是瞎了眼，被这样的人反复利用而不自知。如今我越看他越觉得恶心。 我对着他使出一道法力，他抵挡不住，只能狼狈后退。我冷笑：“就凭你现在的灵力，也想在大考上夺得魁首？你也配？”他猛地一顿，震惊地看向我：“你进二品金丹了？”“是。”之前我为顾及他的颜面，处处隐藏实力让着他，甚至把得到的灵药第一时间给他。重活一世，我何必在乎他的感受？属于我的东西，我全都要拿回来。我望着他。 眸光坚定，混我会退大考魁首，我会自己拿。大考当日，一袭白衣的师尊坐在上座，被选去祭天的师弟伴在他身侧，各同门弟子跃跃欲试，都想在这大考上争一下高低。而一侧的师姐和师妹，则向我投来恶毒的眼神，似是要把我生吞了一般。那天之后，他们不死心，多次上门求我赠与灵药，我都闭门不见。如今，这是恨上我了。 比试正式开始，费林根的师妹连第一场比试都未能坚持下来，直接被人从场上踹了出来。他顶着鼻青脸肿的脸，神情狰狞的瞪着我：“都怪你，为什么不给我灵药？”我瞥了眼他，废物就是废物，就他这废物的模样，哪怕是给了最好的灵丹妙药，也只是浪费罢了。怕是不出两年就会被宗门淘汰，赶下山去。至于师姐，颇有些奇怪，她竟连赢了好几场。 一路走到了决赛，他本身灵力不弱，但没有灵药加持，以他的灵力走到决赛虽然有可能，但不至于像现在这般轻松。而如今他身上的灵力似乎还很充沛，绝对有蹊跷。下一场，我对上了他。他怨恨地盯着我，楚言，你若是向我道歉，我还可以原谅你。我冷嗤一声，可笑。他阴毒地瞪着我，那便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他一出手便是致命杀招。 我冷冷一笑，迎面上，一品金丹！天哪，师兄竟然是一品金丹！台下一阵骚动。咚的一声，我将师姐一脚踹飞，她满眼不可思议：怎么可能？这么短的三天时间内，你怎么可能从二品突破到一品金丹的？什么？师兄三天就突破成一品金丹？天哪！楚言师兄是真正的修仙天才啊！就连上座的师尊都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又惊又喜地看着我。 楚言，你真的突破成一品金丹了？大考结果已定，我被众人围在中间，虚长问短。师尊将青玉剑递过来，一向清冷的他，眼神中浸透着炙热。楚言，你是本次大考的魁首，青玉剑赠与你，实至名归。旁人异常鲜艳的看着我，而一侧的师姐和师妹两人，眼神中则是又嫉妒又仇恨。师兄你好厉害，不像我，连金丹长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。 师尊身后，恰如其分地传来师弟委屈的声音：“马上就要祭天了，可我连拥有金丹的感觉都没体验过，我真的好羡慕师兄你，又是茯苓根，又是一品金丹。如果我祭天前能体会下拥有你这样的灵力和金丹，就死而无憾了。”他的话一落，现场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面面相觑。往常师弟想要什么，大家顾及他即将祭天，都会尽量满足他。可如今，他当着众人面开口便索要我的灵力和金丹。 灵力和一品金丹对修仙之人意味着什么，不言而喻。谁会舍得将这些让给他呢？师弟既然想要，师兄人这么好，一定会让给他的吧？一侧的师妹带着敌意的眼神看着我，语气中颇有些幸灾乐祸。刚被我踹下台的师姐眼神恶毒地瞪着我，师弟就要祭天，楚言不会连这点愿望都不会满足他吧？我缓缓抬眸看向面前的师尊，师尊也是如此认为吗？师尊幽深的眼眸看着我，看了许久。 才缓缓开口：“楚言，你一向大意，如今泽儿就要祭天，要你一颗金丹罢了，给他又何妨？”我笑了，笑得大声。前世他就是这么说的，然后便不管我的死活，一剑刺穿我的胸口，生破我的金丹。我曾以为他那么疼我，哪怕真的取了我的金丹，也不会弃我不顾。可最后却是他亲手将我丢下魔窟。他那么迫不及待想要置我于死地，不过是因为。 我发现了他的秘密，这些年他的至高灵力全都是非法盗来的。宗门里那些无故失踪的师兄弟，不是失踪了、啊，而是被他盗取了灵力。他不过就是个披着伪善面具的恶魔，哪有什么祭天？这一切不过是他跟师弟搞出来的阴谋罢了。他们的目的是盗取仙门弟子的灵力，来增强他自己的灵力。如此无耻之徒，竟占据着青云宗师尊这个位置。一想到曾经对他的敬仰和崇拜， 只让我觉得恶心至极，师兄，你是不愿吗？师弟适时的开口，泪眼婆娑的望着我。你若真的不肯，我也不会强求，就让我带着十足的遗憾去吧。说着，他掩面而泣，让见者都疼惜不已。我平静的看着他，既然师弟想要金丹，哪有不给的道理？他猛地一顿，眸光中透着极度兴奋。你，你真的愿意将你的金丹赠与我？我缓缓一笑，说起金丹。 我在师尊面前，那真是不足一提了。师弟若是真的想要体验金丹的威力，师尊的金丹必是最符合你要求的。我想师尊一定很乐意满足你这个小小的愿望的，是吧，师尊？话落，所有人都愣在原地，他们从没想到我竟会这么说。尤其师尊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下去，而师弟则是满脸慌张。我怎么敢要师尊的金丹？师兄，你别开玩笑了。 你若不愿将金丹给我也就罢了，何必还要牵扯上师尊？我转头冷冷的盯着他，是吗？你跟师尊联手虐杀宗门弟子，盗取他们灵力的时候，又可曾想过这些弟子是无辜的呢？我的话犹如一记响雷，在众人面前炸开了锅。什么？师尊虐杀宗门弟子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可仔细想想，每次弟子失踪，师尊总是在闭关，而陪着他的又是毫无灵根的师弟，这确实有点蹊跷啊。 越来越多质疑的眼神看向师尊，一向自诩清风明月的师尊终于绷不住了，狠狠地瞪着我：“楚言，你污蔑我就算了，可你屠杀宗门弟子，若不是泽儿亲眼看见，我也不会信。我多次给你机会，如今反倒被你倒打一耙。好，很好，如今你的罪行终究是该昭告天下了。”他的话让原本有些犹豫的人更加犹豫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啊？到底应该信谁的？一旁的师姐站了出来。 冷笑的看着我，楚言，没想到你会恶毒至此，居然敢污蔑师尊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为何你短短时间内便能提升到一品金丹？对啊，就算是修仙天才，也不至于在三天内便能从二品突破到一品吧？莫不是真的是师兄盗取了其他师兄弟的灵力？眼看着舆论一边倒，师尊的眸光中透着一丝得逞。楚言，如今你的事情已败露，还是早早投降吧，免得遭受皮肉之苦。 我望着他，面色平静。师尊，你真的觉得你赢了吗？他神色一顿，须臾又恢复了冷静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想狡辩的？我叔弟一笑，师尊啊，你做事万般谨慎，可惜啊，你太过信任小师弟。百密必有一疏的道理，你还是漏了。说着，我朝身后看去，师叔，出来吧。后侧缓缓走出来一个人。师尊看到他，脸色大变。师兄。 怎么可能？师叔一步一步向前，看着师尊的目光变得越来越冷。师妹，你是否没想到我还没死？在场的所有人都傻傻的愣在原地。掌门师叔，他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是啊，这怎么又复活了？师叔冷冷的盯着他。当年你骗我去后山，趁我不备盗取我灵力，事后又谎称我被魔族所害，将我扔下魔窟。若非楚言所救，我确实已经死了。师尊恶狠狠的瞪向我。 居然是你坏我好事！事已至此，他也不装了。我冷笑，前世我被他以同样的方法扔下魔窟，遇上了师叔的灵魂，才知道了真相。重活一世，我早前便带着满山的珍稀灵药救回了师叔。彼时的他魂魄四散，若是晚一步，便没得救了。我助他重修肉身，为的就是今天当众拆穿师尊的阴谋。如今真相大白，我冷冷的看向他。 他无路可逃了，师尊慌不择路的想要逃跑，可师叔早已联手其他门派，重重包围了青云宗，任他插翅难飞。师叔挑断了他的筋骨，最后一剑刺入了他的胸膛，四散的灵力从他身上飘荡出来。我沉默的看着这些灵力，这些都是那些被他强行扼杀的师兄弟们的灵力，如今大仇得报，他们也可以安息了。师兄，都是师尊他指使我的，我都是被他利用的，求求你。 饶过我好不好？师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紧紧抱着我的大腿，苦苦哀求。我居高临下扫了他一眼：“你为他盗取师兄弟灵力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报应？比起你，他们岂不是更无辜？”他猛地一愣。可我是命定的祭天之人啊，只有我才能救你们。饶了我，我愿意去祭天。我冷笑：“一个谎话，说到最后连你自己都信了，哪有什么所谓的祭天才能保仙门平安？” 不过是你们用来骗取灵宠和灵药的幌子罢了。话毕，原本四散的灵力突然聚集在一起，重重的砸在了他的身上。他承受不住，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。那些灵力却依然不肯放过他，一下一下，重重的将他砸得面目全非。他一个毫无灵根的凡人，很快便断了气。我淡淡的收回目光，善恶终有报。楚言，之前是我被师弟和师尊蒙蔽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 一旁的师姐泪眼汪汪地凑过来，讨好般的求饶。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，前世种种仍在眼前。师姐，你接受师尊灵力恩赐的时候，明知他的恶行，却依然选择替他隐瞒一切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不会被人知道吧？她猛地一怔，愣在原地，嘴唇颤抖着：“你，你都知道？早在刚刚比试时，发现他灵力大增的时候，我就猜到了。短短时间内，他想要增强灵力。” 只有一个可能，我转过头看向师叔，师叔交给你了。师叔点了点头，命人废了他的灵力，又挑断了他的手筋脚筋，将他扔下山，任由他自生自灭。如今他真的是连一个废人都不如了。扑通一声，身后的师妹重重的跪在地上，求我宽恕。师兄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错信他们，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话。我却看也不看他，现在的他毫无灵根。 已无在青云宗待下去的可能，废物一个而已。事后，师叔将青云宗交给了我打理。一次下山，我遇见了一个手脚尽断的女乞丐，嘴里嘟囔着：“我是青云宗带师姐。”而另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乞丐狠狠地啐了他一口：“你个废物，连乞讨都不会！”两人身后跑出一堆凶神恶煞的人，拳脚重重的砸在他们身上，直至被打得彻底断气，我才离开。前世因，今世果，一切不过是他们罪有应得罢了。 而我带着青云宗弟子除恶扬善，百年后我飞升上仙，功德圆满。